起来，你看，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，对不对？乃哥，我在这里唱过一首歌哦，真的。红线女孩，大林也不要让我难过，好不好？红线男是我这一辈子的痛，因为大家都用这首歌呢来糟蹋我，来调侃我。不会，今天的这个他应该也很痛。来，各位观众，你绝对没有想到的，今天他会来在我们大连来跟他拜年，哦，对不对？太难得了。来，我们来欢迎王杰。红鞋女，好了，你真是没有想到啊！今天再能够在我们的台湾的这样的综艺节目看到王杰，难得，我也好久没看到了，真是的，好好的就是打个招呼。但是我知道你一切都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在内地呢，还是一样人气沸腾啊！你也是，对不对？不得了，我每天打开那个电视都是你的，哎，没有用，幽默麻将，我们便宜啊，价钱便宜啊！你两首歌，我们唱，我们要做一年的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小心税务局。会抓我啊！对，因为我最近刚好出了一张新专辑，对啊，就先送给奶哥。看到没有？马上我们到我们的 KTV 来，我们的特别希望 ，Let's go， 走，我们就好不好？看哪一间最吵，我们就进去。哎，对，打断他们兴致，好不好？哎，这边有一间，这边有一间，不啰嗦，听听看先，他们在唱什么？新华城的会计部餐序有没有？哎，啊，会计部这边都是。钱只是经过什么过路财神，过路财神，对不对？小姐，我们要不要吓他？你先进去就吓到我先进去。他们想怎么可能王姐出现在他们面前？真的吗？好不好？我不会被瓶子丢过来吧？我真有点怕。来哦，你先，我打头阵，你先上，好不好？啊，一、三、二、三，吹哨子，快吹哨子。开玩笑，这全台湾最大的百货公司，你看。为什么老板只用女生呢？你财务是老板，我想女孩子细心啊，算钱不会错啊。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们现在是尾牙还是聚餐而已？聚餐啊！聚餐。王杰认不出来吗？认得出来吗？来，说出一个来，就是你。我是我。不是，说出一首王杰的歌。好，随便说一首，随便说。快，快乐不能。哎呀，我有点爱莫里斯。来，这位，好，眼睛有黑眼圈的。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随便考一下，马上我们就邀请几位，三位，好不好？三位，好不好？哎，赢了马上我们送红包哦。踩春雷，谁踩的号码？我们现在看谁当庄，好不好？可以用本场的 pass 吗？哎，当然可以。好，来，我们看谁当庄哈。二，你一他就二，你当庄。你当庄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开始摇，让给别人看到啊。给我继续拍一下。好，等到，不要看啊。不看。好，算好。你现在你就要揍我，快点啊！杀气很重哦，你喝多少？杀气很重。来，从四开始叫，要从左从右。从这边。从我，你不要害我六啊。四五啊，六七八，我怕。有个性哦。九。一个就好了。只有二十四哦，四六二十四哦，最大点数二十四哦。他九。十。九。你这九什么九？小贤打就好看了，来，王杰大哥还打吗？手扶着，是我打吗？谁打？
不是要打女生，我会，我会，我一定要打。哎呀，男生打太多了，我一定会打。对，他跟郭子打的太多了，这么危险，看到没有？准备喽，一。好舒服，好舒服，不好。哦，刚才是你打完，对，我打，我打，丢下，你不用力，我打你哦。好爽哎，还有几次，还有一下，还有一下，还有一下哈。好爽。三声哈，一二三，这样子。来第二轮，来，刚才他赢了，来。好，两个红包哈，你看看我们多好，大方送，过年哈。好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样子骰的话，我们可能不见得打得到他们。我告诉你，我来当庄，好不好？我一定可以打到他们三个，相不相信？好，看我的呢，看我的实力，好不好？全打不到，一人两个红包，好不好？开玩笑，看我的厉害。而且我常说要打谁就可以打到谁，我跟你讲。在哪边？你们需要打三个打谁？打你。打你。他们三个，他们三个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打你，看我准不准，好不好？看我，看我，没有，先看我的运用这个技巧好不好？打了，打不到的。更精彩的王杰突击 KTV 广告后马上回来。天台冲冲冲！不是，我怕他们看到，不要进。我应该好了。我当庄，你喊多少？你最多可以喊三个数字，你懂吗？好，你帮我算，我喊三四五，你可以叫六七八。好，最多三个，最少一个。好，好不好？四，往里走。五，六七，八，回首。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要又是我，你不要又是我奶哥。十三，你可以用 pass， pass， 是二十四哎。哎呦喂！十四，十五。你叫两个，当时三，当时三，哦，那是等于多少？加起来看看，你们三个一人打一下，来，我可不可以要你美女，美女不要打。太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能打？他怀孕了。他轻不轻啊？你说的，你要带来过来，你轻不轻？看到没有？有些天，有些人天生就犯贱。来，正好。磊哥，你习惯你会不会叫？不会叫，叫，他已经在发抖了，你看，他已经在发抖了。快一点好不好？不要看我，快打！不要看我，快打！叫！他怎样啊？痛吗？不痛。对啊。
不动站一下。有钱了，准备啊！一，对，不要吹哨子。杀你！没关系。
乐我们突击的三天都是女生。对啊，就是都是女生。现在女生都这么无趣吗？对啊，就是好玩才来这边啦，对不对？对。都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那今天来跟我陪你们玩好不好？好。那我先脱了啊。我们怎么那么幸运啊？今天都全部包房都是女生的。是啊，我觉得。那这样子，我们来。没礼貌，是这样子。我们呢，今天呢，特别呢，跟他玩一下游戏，好不好？赢的话，我们当然发红包；好，输的话，我们今天让你痛哭流泪，可以吗？知道，可以啊。来，这个是什么？骰子很简单，今天你是寿星，对不对？你晓得。你找你最好两个朋友出来。怎么请？来。他叫什么？配星。配星啊。配星。还有谁？再找一个。佩如。佩如。啊，美琪。美琪啊。美琪燕。啊？之燕是吧？之燕啊。哇，美女呢？哦，美女。对了，那好，那我们到隔壁包厢去好了。来，现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我们先看看谁当庄家，谁叫到总和就输了。好，现在1、2、3、4，哎呦，寿星当庄家，真好啊！啊，寿星来，你的庄家好不好？摇出来总点数，只有你知道，别人不可以看到，给我们镜头看，来，过去摇，你要算好，总和要算好，总和算好，你不要看，哎。算好没有？算好没有？带进来。好。来，小左拿来啊。来哟来哟。啊。输的要打哪里？输的打屁股。好。现在多少？4、5。从哪边？从我这边啊。对，指着你。你不会害我吧？今天我来帮你过寿的。啊。6、7、8。换你。90，中了！看他表情就知道中了，有没有？我自己不厉害，看他表情就知道中了，中了！啊，打屁股，屁股翘起来，好，来，哇，很用力的，打屁股有一种快感，不会开玩笑，你叫什么？我不想叫我名字。你喊老公就可以了。叫。老公，有反应吗？有反应吗？我打到你了。好，看前面，看前面。痛吗？不痛吗？对不对？痛哎！真的很痛。我看人家笑啊。还有两，对不对？还有两下哦。还有啊，不要一下就好了。真的吗？一下就好了。第四一次，好，新年快乐！好，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冲冲冲啊！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继续下一件啊。好，今天到目前收获不错，没有，好不好？大年还让我们开心，好。你们收获都没有男生，没有男生，这奇怪了。男生都到哪里去？巴塞隆纳，好不好？很浪漫的地方，看看好不好？哎，斗牛士，来，还是你先去，对，好，来哦，我帮你劈开哦，1、2、3。终于有男的了。这边嘛，这边位置比较宽啊。哎，大家没有掌声的欢迎一下，真的。音乐切掉吧，好吧。音乐先切掉，快清醒了嘛。王董啊。没有，王董你好。哎呦。这我们刚到的小姐啊，刚到的。如果你觉得不行了，我就马上换一个，好不好？您常来我们店里吗？常来我们店里吗？好久没去的，好久没来了。对，不是，这里是 KTV 而已。好 ，KTV 哈，来，骰盅拿过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很简单，来，你就跟小钱比个大小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姓李，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我们要直接比个大小，好不好？你要比大比小，骰子，比大是，来，骰。好。比大是不是？
哦。五点完。像是五点哦，像五点。对啊，五点啊。两个一样都不能算，然后这样加起来。错，我你不能喝噻。不能喝，这样子弄用。而且王子王大哥要来两位。哦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喜欢打。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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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气的。哦，十点了。两点。两点，你十点，在外面还是十点，在我们节目两点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站起来，好，你看看就好了，好，然后稍微有点弯腰，对，稍微有点弯腰，对，脸不要吃，好，我脸要吃。来个，是台湾很知名的大建筑师。我跟你讲，小年夜要播，到时候会有很多的粉丝。我最喜欢打建筑师。蒙起来。听说你们公司有员工是很厉害，王杰的歌迷啊，有模仿王杰的声音一流的是吧？而且是毛起来唱，毛起来唱，毛起来唱，哇塞，是国民演出，哪位啊？哎，我们陆经理，陆经理啊，陆经理，陆经理，他姓陆吗？路人甲的陆。开玩笑，我们公司都是甲乙丙丁这样子喊的。是，那今天王杰来了吗？我是路人陆啊。王杰来了，我们就来一首歌吧。好，来首歌。谢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唱最好的。我真的一不走就红了，这首歌好吧，来我们洗耳恭听。是不是他的歌声多像王杰呢？广告后保证让您大吃一惊哦。天才冲冲冲，王杰来了，我们就来一首歌吧。好，来首歌。谢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唱最好的。我真的一不走就红了，这首歌好，这首歌好吧，来我们洗耳恭听。因为在他发唱片的同时呢，找他出来跟我们所有的在台湾的朋友呢一起来
共度这一个跨年夜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中国的年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新专辑当然了，王杰，这是经过三年两年，差不多两年吧，两年了，对不对？在台湾，我们很久没有见到王杰的。好，今天这个新专辑，希望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天天常常看到你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不要光注重大陆、香港市场，台湾很重要，对，当然，好不好？当然，对啊。你看这么多歌，脍炙人口歌，大家永远在流传、流畅，没错没错，对不对？不是在流串。好，有什么话来跟我们拜个年啊？希望新的一年呢，2007年，祝大家啊事事顺利，赚大钱，平平安安。好的，对对对，我们也祝福王杰啊，唱片能够狂卖啊！哦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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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